那么我们欢迎郭宜蘭郭老师，谢谢。其实这三首歌老师演奏上，我敢若一首歌知影尔，真正我敢若一首约有尔啦。对这边开始，送你一蕊玫瑰花，春天嘛是同款，甲我同款唔知影。OK 啊，多谢人饮酒哦。嗨，什么？心爱麦考，一卡皮箱，
美女。顺经月啊，分中月，云中啊，第三首是分中月。来，还有一卡手指，第一首，第二首还未想到，第三首稍等下讲。来，还有呢，怎样？美女，旧爱的心声，第二首。来，啊，再来，今年哦，今年答案。四马卡开花。四马卡开，看大家拢有人要唱嘛？四马卡开花，对吧？四马卡开花吼，还有这边来，松哥。一卡手指是卖卖头分中位，哦，你答案真多，好厉害哦！还有呢，够不？第二首是旧爱的心声，好。是卖卖卡。酒醉的汤哦，分中位，对哦，你嘛同款两个答案哈、哦。中医条你无想要讲，可能大家以后看安尼，咱大家拢在笑，但是中医条无爱讲，你哪会在笑？有人讲第二首两个要迄落酒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啊，第一首人要迄落新麦麦卡，讲到这首歌新麦麦卡，我有听人讲，迄首是台商的歌，台商若去大陆要转来，拢会唱这首新麦麦卡，有影无？有唱过人家唱？无人敢举手，对不对？好大举手试看卖，唱新麦麦卡。我是听人讲的台商哦，啊，若去大陆，老师拢唔知啊，伊吼足单纯的台商啊去大陆做生意，啊，若要转来厝吼，啊，拢会唱这条新麦的麦卡，啊，你要看麦？我问看上有唱过，我无人敢讲的，你看。对。第一曲啦，新麦的麦卡对。哦，打第一曲是。啊，你甲大陆的讲的嘛吼，爱甲台湾。啊，第二曲吼。苦酒的汤哦，哎呦，三酒有关系，差不多那几下开始。第三节分中月。对，那今日唯一会家己举手，我袂记起啦。我讲有猜的，有猜的，嘿，家己走来头前，家己头前。还有直接分过哦，哎，分不搞，他跟我讲吼，那么直接我顺便要问咱现场来宾，我。现场来宾有人对，不是台南市的人，紧举手，我听看嘛，我看麦啊，不是台南市的，这边也是，从哪里来啊？彰化，哦，好。